我先做他了，他的身高比较高。那我现在要跟各位讲，我们这个抹眉，对不对？这个先讲这个怎么用，对不对？64，他这个他个子很高啊，其实我这样做一看，个子很高，我就不好做，个子很高，对吧？轻轻一抹，刘社长啊，就出去了。OK， 来，你不要矮哦，所以每个动作要看人高矮。 说那个比较高不适合，像他这个比较跟我身高差不多，所以我抹他就很好抹，说一抹，对不对？留舌掌，就下去了。OK， 轻轻的，不会摔收针，好，是不是？那你看这个都是体重很高的，那这体重很高的要把人家抹下去，其实不简单。那这个抹要走螺旋，留舌掌，好，留舌掌走螺旋。 一抓着，对不对？你看，留舌掌走螺旋，轻轻就下去了，懂吗？那这个是我们不可能这样站，你知道吧？我是做示范给你看。那真正的时候是面对面的时候呢，手就是这样子搭上来了，搭到那么多咯，搭到这里咯，是不是？只能搭到这吧？对，啊，搭到这的时候一样抹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对，啊，也就是说留舌掌要一圈。 可以这样做，然后呢，也可以，这叫抹眉，他也可以从这边抹，从这边，从这边对不对？是抹进去，对，抹进去。那有人头会跑啊，头一跑，这个就可以踢他。我要抹他摔他，对不对？不让我摔他，头一跑，这个脚就可以踢他。所以我们上来就是一上来就这样抹，没有，这手一抓着，一走螺旋，就摔下去。 懂吗？所以看啊、哦，一圈，刚才是这个样，现在是这个样，啊，这边也可以，来抓这个位置。那我手没有这样，他身材太大太快，我不好抓，这样子抓不好，这样抓，啊，这样子抹他怎么抹？这样抹他跟他抹摔跤一样。你上来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上来一抹他。OK， 轻轻的，他太重了、哦，我怕抹快会摔到他，所以我轻轻的，速度快不快？ 快哦，好，你看，来，那如果是抹上面，这抹前面，你在后面接他。好，你看啊、哦，那我们人一上去，我手可以这样子抹，抹脖子，就像，啊，如果不抹脖子，留舌掌，转脑袋，上面，你看，一样，是不是？ 所以一圈，然后由后往前怎么样？踢膝盖啊！如果你没有抹对，他的头是不下来的，你要跟我硬看哦，硬点哦，不要让我。他没有办法跟我硬看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做的留舌掌抹，是走反又走下一点，走小盘，很多技法在里面，所以他头会跟着我走。OK， 好，所以太极拳关一个雕手的动作，也可以打。 交手动作，打，对不对？打，摔，摔，一个动作就可以延伸出那么多来。哦，啊，那个抹眉就这个，刚这个抹眉啊，不就是要一搭着抹眉抹下去，一搭着抹眉抹下去，对不对？啊，有就是这样。好，谢谢。